天的行程就没了，因为我们明天要去迪士尼。好像我可以为了这个再来一次，是吗？这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小，跟没有那么热闹，所以感觉不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就是如果你快速走的话，因为就是这边卖的东西都没有特别有兴趣，就是单纯那种小吊饰，还有一些特色的衣服跟饰品。去完之后还要再去两个点，今天的行程就没了，因为我们明天要去迪士尼，所以今天要早一点回去休息。他们这边还有卖这种包包，这种有特色的包包。进来迪士尼了，现在8点出，我们要先从比较 peace 的设施开始玩。Okay, 1, 2, 3, 4, and then ginger. Yeah, me. Thank you. 我们要先玩蜘蛛人。我完全在画面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讲。它其实就是这样下，然后又上，然后又下，然后又上，然后到最上面，然后又下来。好可怕！我们刚刚去轻松的，去轻松的。好，可能因为它下来的幅度很大，所以下去多大力的人又会跳上来，然后就是那个失重感真的有点可怕。你看到你吗？等一下，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然后我就抓了放，然后你有放开吗？还是你就一直抓着？有，我有放开了。没有，第一次，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会往下。对啊，我就吓到。我们这次是买快速通关，所以很多设施都可以先预约，会排得比较快。因为我们很早就来了，所以很多就是不需要用快速通关，也很快就到，大概10分钟就排得到。太阳出来啊！买了糖块，吉拿棒，耶！好吃吗？很脆，一点点一点点，跟我想象的味道不口感不太一样，但好吃，好漂亮哦！这好像就是我们要玩的，1块钱，对，好贵哦，但是感觉值得啦。
做我们的晚餐，一盘要18点多块美金，400-500块台币，这样子这么少。逛纪念品，这边有很多好可爱的东西，感觉都很好买。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来迪士尼了，所以有点舍不得。结束了，我们要回去了，迪士尼拜拜。这个是15.88，然后加税。他说是 BBQ pork， 但是照片看起来有点不太像。Been long to do this, but I'll just fall for your influence. Cause girl, you make my show. 我们现在来比佛利山庄，这里是贵妇区，什么 LV 啊 ，Fendi， 有的没的 ，Prada。我们刚看这里的主食要70-80块美金，超贵的，吃不起的店。我们都是来这边晃晃而已。漂亮，可是太冷了。刚好在这边稍微微微的看到夕阳，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很多云，所以夕阳也没有很明显，但还是很美，还是来打卡一下。我学妹的亲戚说，她这个海滩是这边的，就是观光客来的地方。其他观光客好像会去什么威尼斯海滩之类的地方。来了，他还给我们两个，因为我们是有买 Express， 所以有快速通关。先去马里奥园区，然后马里奥园区只有一个游戏，就是卡丁车，但因为它很热门，所以大家都第一个先去抢它。哦，马里奥赛车，我刚刚说什么卡丁车？这边还有一个手表可以买，但我们没有要买，因为它40块美金太贵了。完全没有人，今天超少人，这个超空。我们都觉得这个比那个马里奥的好玩，
它很刺激，就是你是坐在一个车上，然后会有一个轨道，然后反正就很像云霄飞车，会前进也会后退，然后还有喷水，反正就很拟真，然后还会有那种往下坠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体验都很赞。已经要轮到我们，我们才刚进来 ，Express 真的很快，而且今天真的没什么人。他刚喷出来了。哦，喝确实哦。我感觉它会掉出来。完了，真的很好玩。我觉得第一名是刚刚那个，然后第二名是我们刚刚玩的侏罗纪世界。我们就往上喽。好，真的很好玩。但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坐在第一排。所以我们全身都湿掉，尤其是坐在侧边跟第一排的人就会遭殃，我们的内裤裤子全部都湿掉。不是很 popular 的时间来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买 express， 因为这边的设施真的不多，就像他说，就是大家其实一整天都全部都玩得到，只是要等，啊 express 不用等，就只有插在这里。One quarter of humanity, you want to be me?10 years, she played Benny in our show, and then Alex is our motorcyclist. He, in addition to doing motorcycle riding,奶油就淡淡的，很像什么？喝到后面是？真的吗？好大的城堡啊！哈利波特看起来没有很快，但是转弯还是有一点速度，就是跟我们昨天前天去。迪士尼比的话是比不上，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小快的。刚玩完的很好玩，但是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快，因为影片看起来是真的很慢，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一点速度，而且还其实算有一点失重感。有，我睁开眼睛，我几乎全程睁开，都有睁开眼睛，都有睁开眼睛。我进步了，我以前绝对不敢玩这种。我觉得超好玩，可是真的很可怕。它是360度的椅子这样旋转，所以你的人会往上也会往下。马来 Studio Tour， 这个 Express 就真的好很多。戴 3D 眼镜。If you don't have a pair of 3D glasses, put your hand in there. And one of our awesome Studio Tour ambassadors. Nowhere, literally. Give it up for your driver, Caleb.New York, that's where Kevin McAllister was throwing bricks at the City Bandits. It's a good moisturizer, just put it on, it's good for you. I'm kidding, did it feel that way? Yeah! It's expensive, that's why. Now. It's working on me.
shark? Yo, that's a shark. You're on the police boat, bud. You think you're sleeping? Here we go. Fast. 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这个再来一次。是吗？真的很赞，它超多 3D 的。我们本来以为它就是光光它的拍片场地就这样，结果超多就是那种 3D 体验，就是真的超真实，还喷你水，还有气的那一种。这个比游乐设施还好玩。是吗？而且还有一个小时，真的很久。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我们的导游很好。对。他人超多，就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好笑。我也觉得，观影城现在要关园了，然后我们现在逛这些店，它比较晚关，超多，而且这边真的卖的比迪士尼便宜很多，迪士尼都要二三十块，这边才十几块出头。超酷的杯子，看看多少钱，19块，迪士尼一定卖更贵。买了 LA 的帽子，选择障碍太多，好看。肯德基，楼上还有声音呢。火锅，臭臭锅，下次下次下次。啊，这是他，他给的他吃。这个要做什么 ？Wait。哦，有臭。有臭啊！好好吃。Abby， 乖，不可以吃，知道吗？欸、你会变臭臭。脚踏车在这边骑，然后边绕边看风景。今天就只会在这里，好酸哦，开始累了。还是我骑太快？不会啊，还好还好。啊，没有，马里奥的车。嗯。我们点了三个冰淇淋 ，matcha 跟 cream。都蛮好吃。好的，朋友们，可以用力啊！我在录影。看到，我们来了第二个海边。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